小指阿力系列第三弹，身体的保养也给你安排上了。今天就分享八款专治秋季干痒起皮的身体乳，总有一款适合你。开篇小总结滋润度 System GT 贝德玛 GT 协和 GT 碧欧泉清爽度 碧欧泉 GT 协和 GT 贝德玛 GT System 吸收度 碧欧泉 GT 贝德玛 GT 协和 GT System 碧欧泉清润保湿身体露380-200毫升，打开就闻见一股清新的柑橘味道，是那种艳俗香精味完全不能比的，质地介于水乳之间，流动性较强，建议自备一个小拉勺抹在身上，有一种亮亮的感觉，稍微按摩一下就放开了，吸收以后皮肤很清爽，超爱，真的被某款身体乳涂完把床单粘起来的场景吓怕了。因为我皮肤很干，对我来说秋冬用的话滋润度有点低，偏油皮的妹子用应该更合适。贝德玛复颜烟酰胺滋润修护霜248-200毫升，大学室友一直喊着好用的 PP 霜，说是霜其实质的偏乳液状，延展性一般般，要推个4-5下才能完全推开，滋润度样板大大皮惊喜，感觉遇见了本命，但是刚涂上会有轻微的黏腻感，完全吸收以后就消失了。要吐槽的一点就是瓶口的设计很反人类，残留的霜都卡在凹槽里了，而且真的抠不出来，我满脑子的黑人问号。 System 焕白身体乳179-400毫升，这款身体乳不会有人不知道了吧，我也是跟风入的，毕竟便宜大碗，买回来随便涂涂也不心疼，味道虽然挺冲的，但是没有传说中那么难闻，当看见挤出来是膏体的时候，当真心里还是有点嫌弃，但是涂在身体上居然不沾，我平时都是当保湿身体乳用的，但是却意外发现身体白了许多，亲测美白功能不是一个噱头。协和维生素 E 乳15-100毫升，别看它外表平平无奇，保湿功能真的无敌，本以为医院出的东西会是那种药膏类，但是它却是淡淡的玫瑰花香，很好闻，有点出乎意料。我平时会把它涂在容易长蛇皮纹的手肘和脚踝部位，乳状质的一推开好吸收，涂完就不知道干燥为何物了好吗，而且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物，身边的敏感肌朋友也在用，缺点就是大瓶口的设计真的很离MM不好控制，稍微一个不小心就倒出来很多。依照惯例，开篇小总结滋润度 Argentum GT Geo Stewart GT Bio Oil GT Lady URDE 清爽度 Lady URDE GT Geo Stewart GT Argentum GT Bio Oil 吸收度 Geo Stewart GT Argentum GT Lady URDE GTBio Oil Argentum 精致银鹭身体乳772-200毫升瓶身，是广外酷炫的纯黑色，比一般的身体乳要重很多，瓶口旋转开合的设计超贴心，可以防止乳液不慎露出，毕竟这么贵每滴都是钱，淡淡的檀木味，本中年少女很喜欢，感觉有一种凝神的功效，顺滑的乳液质的，涂在身上丝毫不油腻，而且保湿的功效很持久，上了一天班身体依旧很润，200毫升光擦身体还是有点心疼，所以我平时也会把它当做面霜来用，毕竟和他家有最名的银霜的配方是一样的，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Lady URDE 黑莓果身体乳245-190毫升，买它的时候的确是因为颜值，摆在化妆台上整个人都变得少女了，黑莓果的香味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的糖，抹上身感觉整个人都是甜甜的，白色的乳液状延展性极好，一抹就被吸收了，然后在皮肤上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但是不会糊在皮肤上，存在感可以忽略不计，皮肤摸起来只剩水水嫩嫩，但是大干皮用滋润力度还是有些不足，适合在初秋用。Geo Stewart 夜香玫瑰身体乳242-250毫升，真的是很貌美的一款，打开瓶口就能闻见玫瑰香味，不像玫瑰精油那样刺鼻，涂在身上味道会慢慢散开，像自然散发出的体香一样，
我要是直男肯定会被迷倒了。这都和 LADU201 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 Just Do It 烟展开后会变成水状，所以更好吸收，完全吸收后会有一种被精油滋润的感觉。干肌用它过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Bio Loyal 百洛油222200 Masari 我没有妊娠纹，只有被办公室顶仔无意抓伤的可怜小手，所以用百洛油去疤是极好的，平时也用它来保护一下特别干燥的部位。虽说是油，但是一点也不沾泥，质地非常轻薄，轻轻按摩几分钟就被吸收了。分享一下我的用法，每晚睡前在膝盖上抹一抹，然后裹上保鲜膜，30分钟以后取下来，保证你皮肤滑滑嫩嫩的。因为我一到秋天到刺就开始自虐，所以也会把它涂在指甲周围，软化指甲边缘，效果挺不错。